小肉球们，然后我要讲什么？就是很谢谢你们，在让我们就是在出院的时候能遇见你们，然后谢谢你们常常关心我们，就是听到我沙哑声音都会叫我不要讲话，不要尖叫，然后叫我要吃喉糖，然后叫我们要早点休息，然后也谢谢你们，就是在出院的时候为 Team A 尽心尽力，就是看到你们一开始的适应 contest 跟 drama contest 从有到无，就是让我们很感动。然后从一开始的不熟到现在可以互相呛来呛去的时候也很感动。然后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就是才能让我跟 Jennifer 完成我们小小的心愿，就是弥补我们没有参加的主演营，然后也完成了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梦想。嗯，很开心你们也能忍受到我们的热情，然后也能有美好的初恋营回忆这样。对啊，希望你们就是真的能，就是这些初恋营带给你们很棒的回忆。耶，爱你们哦，拜拜。